与韩金周书，李白。白闻天下谈事，相聚而言曰：生不用封万户侯，但愿一世韩荆州。何令人之景目依至于此？岂不以周公之风，攻吐沃之势，使海内豪杰奔走而归之？一登龙门，则身价十倍。所以龙盘凤翼之势，皆欲收名定价于君侯。君侯不以富贵而骄之，罕见而呼之，则三千之中有毛遂，使白得脱颖而出，及其人焉。白陇西布衣，流落楚汉，十五号箭术，遍干诸侯。三十成文章，立抵倾向。虽长不满七尺，而心雄万夫，皆王公大人许与弃义。此丑囊心机，安敢不敬于君侯哉？君侯志作谋神明，德行动天地，比参造化，学究天人。幸愿开张新言，不以常一见据。必若皆之以高宴，纵之以轻谈，请日事万言，以马可待。今天下以君侯为文章之司命，人物之权衡，一经品题，便作家事。而今君侯何惜阶前盈尺之地，不使白扬眉吐气，激昂青云也？习王子师为豫州，未下居，即必寻慈明；既下居，又必孔文举。山桃作冀州，征拔三十余人，或为侍中、尚书，先代所美。而君侯亦一见韩协律，入为秘书郎。中间崔宗之、房习祖、离心、许莹之徒，或以才名见之，或以清白见赏。白每观其贤恩辅功，终亦奋发。白以此感激，指君侯推赤心于诸贤之腹中，所以不归他人，而愿委身国事。倘急难有用，敢效为屈。且人非尧舜，谁能尽善？白谋由筹划，安能自矜？至于制作积成卷轴，则欲臣会试听，恐雕虫小技，不合大人。若四官除饶，请己执笔，兼之书人，然后退扫闲轩，善写呈上，数清平节律，常驾于薛辩之门，幸推下流，大开讲事，为君侯图之。